我老公昨天发完工资，今天立马说带我出来买衣服。好的，嗯，今天下雨不用去地里干活，刚发完工资带你去买衣服。走，是没错。逛了第一家是看的是女装，逛了一圈之后，这是第二家，给他试上了。脸都不要了是吧？没这衣服可以。嗯，看起来稍微好看一点。符合我这个胖人的气质。你个毛线气质！哎，你不是给我看衣服吗？你这不还没到完呢。那边不是有女装吗？那个咱是不适合你。不适合我，你带我来这里，咋？还给你看裤子？你这个。还在找，哎呀，我试了一件这个，试了一件这个，还试了一件这个。你这是试了第几件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走，把这一件拿上。那去了去了。你不是带我买衣服吗？带给他，你这还没到呢，走。等一下接汤圆放学了，来早买。赶紧走。看你自己看。又看上裤子了。不是，搭配一个。不好看，不适合现货的，真的不好看，你自己看。我老公真的是太爱逛街了。以前我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俩换一下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逛街，他就喜欢逛街。今天还是硬拉着我出来的，但是是给他看。我感觉你不太适合穿牛仔裤啊。让我跟那个上衣搭一下，看一下。非要搭配一下才能出效果吗？不好看。裤子不要了。不要。那就决定了，拿、啊、就拿一件外套。啊。付钱。啥？你付。你付。付钱。你付吗？我把钱都交给你了，拿啥付？你叫我出来给你付钱来了是吧？付钱。说是给我买衣服。给他提了一件，你看全是女装。孙子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逛了吗？接娃。给他买了一件之后五点了，该接娃了。接完娃继续转。干么？